这一周啊是 FF10 的联动，算是复刻，因为原本之前就有出过了。然后我的优娜跟提达本身就是120，所以这一周我不用抽。那我这周要干嘛？就是修身养息。我把我接下来的换导石拿了之后，就放在自己口袋，等下周或下下周的更新再看要不要再抽 FF10 的联动画面卡。然后这一张卡片是光属性的能力。可以提升像 HP 发的攻击耐性，提升魔力啊，魔法攻击跟魔法攻击耐性贯通率这五个。所以如果你本身有在玩光属性的话，这张卡是可以抽。但如果你本身没有在做光属性，没有在组光队的话，那就可以不用抽。这个，这是我自己发的文章，这是我账号，所以你们看到这边可以，我可以编辑文章。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篇文章就变成精华文的，这就自己真的喜欢玩，玩到官方能看到，我也是受宠若惊。我戒指差一分哎、欸，我戒指差一分哎、欸，我们戒指差一分哎、欸，好惨哦！但对方只剩一只而已耶、欸，好可惜哦。我现在是2182名，这个队伍就很，我要怎么讲，很心机，他真的超心机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，他把一只火属性放在队伍的表头，所以很多人会不去看里面两只是谁。假设今天是看到火，我们都用水去打火，对，水克火嘛，大家都知道。但是他摆了两只雷，那这两只雷又是克水属性，所以。三水去打一火的话，顶多就是你克了一只火，但是你被另外两只克，所以很难打。那我现在是三只暗，所以我就没差。哎、欸，我没有打软柿子哦，我打的都是硬柿子，好不好？我倒了！啊！哇，他克劳德拿弓哎、欸！哦，差一只，哎呀，哇，输了，嗯。所以你说我挑软柿子，我没有挑软柿子啊，我输了。你看，还有失去啊，怎么样？毕竟上 YT 还是要有失去嘛，对不对？嗨 ，YT， 嗨。嗨，我是水龙精绿宝。嗨，哎，没死，没死，没死。啊，一中三，暗影蔷薇。黑妈就是这么屌。哇，我靠！不要闪掉，不要闪掉，完蛋了。哎，倒了吗？他的一滴血。他闪了三次，一滴血，你有没有看到啊？他一滴血闪三次，他魔法跟物理全闪哎、欸！啊！一滴血而已哎、欸，他闪三次哎、欸，太扯了吧！这就是我为什么讨厌打光回队，像这个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是三暗嘛，看到这种三火，我就会这样子搞，我就把我水队叫出来，撞他脸，我要被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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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被射。哎，魔风剑怎么？不会吧？啊！我水队打是火队，我刚看到一个火队，再打一次火队，我就不相信。再打一次，我再打一次，可以了吧？这波可以了吧？你认，啾啾啾啾啾，倒一，这么强哦，炸的有够痛的、欸。黑妈真的很屌，黑妈一个暗影蔷薇直接倒一片。好，这个是斗技场的，每天五次可以打完。然后你如果想要继续打的话，就可以吃他的那个换导石再继续打，或者是像那个
这个宝珠，这个可以用道具回复宝珠三次，总共是15次，加你们5次，20次，一天最高可以打20次。如果在冲排名的话，这个一定要用。然后每天的话，还有这个好友，好友赠礼部分，这个要收，要赠送。自保家门，砍他！有没有？这只就砍比较痛了呗，4700，可是还是 不太痛。7200，利刃，完了完了完了，狂暴了！哇，9000！我今天真的打不赢火队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哇，我今天是怎样？OK， 好吧，以上就是这周这个《幻影战争》有更新的东西啊，如果你对这支影片有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